子孙主推，滨州各姓氏青年团联委会负责举办新春大团拜文化庙会。就这样，经过了整20几的时间历练，岁月不屈，天道酬勤，为了文化的传承，我们啊，上至滨州最高执政单位，下至主推主办研办单位新旧更替后的负责人，到今天还是闹得无言无讳。前仆后继的每一年啊，新春期间，为我们的下一代，为普通的民众，为国内外的游客，呈现这么一些。虽然面对经济萧条、裁员、事业的非常时期，好多人都在提心吊胆中希望扭转乾坤，我倒认为啊，如果我必能让我们安然度过这个非常时期。他不会被自己做主张。今年是牛年，让我们每一个